萧先生，恭喜了。运气好罢了。按照加玛帝国的惯例，今夜我会给帝国中所有年轻一辈有为的炼药师摆酒庆贺，不知元宵先生是否方便赏脸参加？抱歉了，妖夜公主，今日实在是太累了，明日还有这最后的考核，恐怕是分不出时间去赴宴了。公主的心意，在下心领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元宵弟弟这几天啊都还在帝都，之后有的是时间和大家聚会，对吧？元宵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却总是有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诱惑。这蛮力王在，你也不早说，我刚准备告诉你，你就冲上来了。你还笑？你知道她的身份吗？嗯，很可爱的小姑娘。可爱？如果你看见上届强榜大赛，这家伙把所有的人都踢下场的恐怖场景，就不会这么觉得。没想到你怕得要死的强榜第一，竟然会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哎，有这个怪物罩着你，你还怕什么柳晴啊？那个家伙看见她，也只有绕道的份儿。萧云哥哥。嗯，萧云哥哥，刚刚外院传来消息，说萧雨急着找你，让你立刻回外院一趟。